呢個遊戲規則咧就係咁嘅。首先咧，我哋需要咧回答上一個人問嘅問題啦，跟住咧我哋再喺呢個唱同點滴嘅箱度抽一條問題回答。咁最後咧，我哋需要向下一個人問一條問題啦。咁第一條問題咧就會由我莊元發問嘅。你覺得你今年遇過最神奇嘅事係咩？我覺得今年最神奇嘅事就係喺入 call 之後冇幾耐啦，之後我同我 flow 咪一齊喺凌晨五點幾無啦啦喺雪櫃抄啲嘢出嚟一齊轉號。住 call 最常聽到嘅歌應該係八八嘅《雪鳥仗劍》，因為我 roommate 成日都會播。咁我就想問陳同學一條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今年最難忘嘅事係啲咩？做早八啦，因為係我第一次做早八，咁以前都係做早仔啦，跟住上年係跟做 Jordan 啦，跟住今年真係第一次正正式咁樣做早八，咁嗰個角色唔同咗，但係好彩就係啲做仔女啦，同埋我啲做 partner 全部都好啦，跟住作業都好好啦，所以今年做到玩得好開心咯，所以呢樣嘢都真係幾難忘。Comics 飲酒之後嘅趣事，我記得我 roommate 咧一開始入 call 嘅時候咧係好唔飲得嘅。佢應該係連飲 apple cider 都唔知道，可能都要已經醉啦。跟住之後佢醉咗之後咧，佢就會好多嘢講啦，然之後好煩啦，跟住就會衝咗出房出面咧，周圍揾人喺度講嘢。然之後啲人就頂唔順，然之後叫我接佢翻嚟啦。跟住之後咧，我都覺得頂佢唔順。我問我嘅組仔小雲邊一個 convention 係最深刻啦？啊，鳳冠真係唔好再搞一次啦，黐線，好撚攰啊，鳳冠。鳳冠仲要，我唔諗到個太陽都唔知佢嚟做乜鳩。是这个圆堂运动杯啊，因为我觉得大家成家开嘅人一起去支持自己陈同埋早人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啊。住科最深刻的事情啊，好难答哦。因为讲我喊咗呢段，前排一段时间好不开心啊，跟住真系早爸早妈陈嗰啲人陪咗我好耐咯，我觉得。整件事令到我很深刻，因為那段時間很需要人支持啊，即係成件事係很溫暖咯。幫我問一下啦，主持，你覺得陳好玩啲啊，定係早好玩？好玩，因為好玩啊！咁抄文化就係早緊要啊，係咪先？咁但係陳都係你平時相處地方嘛，咁我覺得兩都咁緊要咯，兩咁好玩係冇得比係打和啊 ，super！ 因為一樣住開間房間有你啊，除臭劑啊，即係衣物嘅除臭劑，因為咧如果住開成身好貴。咁我唔咁成日都唔洗衫，我啲褲咧，啲衫咧，一係一次著幾日啦，係啦，跟住就永遠都攞啲嘢噴下噴下噴下，係香啦，咁咪著咯，都係啲乾淨嘅。咁我就想問下六樓個阿燦啦，同陳做過最難忘嘅事係咩咧？就係我哋 Hannah 帶 Franny 嘅時候啦，我哋就整咗個好賺嘅 props 俾佢啦，就係呢個一比一嘅 props 啦，然之後等 Hannah 咧打波可以打勁啲。今年最有 feel 我最好玩的 call function 正抗啦，因為又痛劈鐵，然之後喺台前面玩了成晚，好開心，好啦好快，好奇怪。我想問十四樓嘅豪仔同我哋組做過最癲嘅嘢係乜嘢？我好難講我癲，我嗰組唔算好癲咯，我嗰組係 sell warm， 幫俾我諗起件啦。有一次咧，即係早 EU 啦，咁我哋又好想全部人一齊，但係有一個組隊咧。佢咁啱嗰日好似有 on show 咧，跟住當時好似點幾兩點咧，跟住我哋一齊搭的士過去接佢 on show， 然之後一齊翻嚟 call， 一齊跟住一齊食糖水，跟住仲去買格仔衫。住 call 食過最多嘅嘢，好嘅壽司牛肉好好食喎！我成日朝早起身都同夥伴一齊食個壽司牛肉噶，即係一台四個人咧，即係四個壽司牛肉。咁我問容靜今年住 call 最開心嘅事，咁我最開心嘅就係同陳。一起喝早茶封頂完之後 Keep 之前 Keep 做的事我們陳了一張船 P 咯，我問 Haley 哪一次通頂他覺得最難忘的，最難忘應該是有一次我們早去了露營啦，跟住那晚我記得我們圍著個火我們跳了 campfire 啦，還有我們整晚圍著個火坐在一個圈面就談心事。Queen Hotin 必做的事，其實我覺得 Queen Hotin 我最想就是跟我們陳一起去玩水上活動，因為我現在很熱。我覺得我最想是跟大家一起去溜冰，因為呢我覺得我 Hotin 仍然一定不會懂溜冰，他一定會跌落地下。我想問 Bonnie 你在陳裡面
咁都同你一齊最深刻嘅事係乜嘢？我記得咧係半夜啦，勁即興無啦，三四點咧就話由 hall 出發啦，然之後行去尖沙咀 Donkey 啦，重點係我哋冇搭的士咯，然之後我哋好似行咗一個鐘內咯。跟住咧，我仲記得咧，同 Roomie 咧做過最深刻咧，就係喺臨新年之前咧，年廿八咧大掃除啦，跟住就發覺間房好污糟啦，跟住我哋就諗住要搞清潔啦，跟住我哋係清潔曬成間房，再加埋呢個廁所啦，跟住我哋係用曬啲滴露啊、抹地啦，跟住我哋係 total 換咗五次水啦，跟住都發覺啲水係黑色噶啦，跟住就極污糟啦，跟住但係咧，其實我哋搞完清潔咧，唔夠一個禮拜之後咧，其實間房都打回原狀咯。聽到猜殼，第一樣會諗到嘅事，我覺得係呢個猜殼時間。咁今次嘅長料的就到呢度完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剩低嘅 whole life 啦，拜拜。